我要为你们表演一个节目，就是我一看人就能看出来他有文化还是没文化了。可是首先我要给您们介绍一个非常重要的嘉宾，这位是我们的裁判，他会看他们的小才艺，然后按照他们的才艺来做一个小分数，我会用这个分数来决定他是有文化还是没文化了。上嘉宾。好，首先我们从没文化这边来。你叫什么名字呀？ Yes。 好，这个话不用多说了，这位还是我看出来是没文化。什么分？不及格。还是没文化呀。这边呢，就有文化的来一简单的吧，就来一个说派的前十位数字。3.14159265359793383846264338。你可以停了。3.14159315086090八八四一九七一零九三九九三一五一零五八二零九七九四四五九二三零七八一六四五六二八六零二八五九九八。这个虽然还是有点刀了，可是还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啊！什么分？100分，有文化。这边呢，就来下一位了。这个，你好啊，你好，你叫什么名字呀？你爱吃什么？你爱吃什么菜啊？好吧，这位也不用话，也不用多说了，还是到那边去吧。这句他听懂了，什么分？不及格，没文化。下一位，来，你就简单来一个，写一个，就简单写一个汉字吧。这字儿，这字念饼。这个我们没时间，我就这些话我不数了。这念饼字典里头都没有，这非常的厉害。什么分？100分，有文化。目前为止我全猜对了啊。这位您就能做啥就做啥吧。那我就背诗吧。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古闻鸡入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已无所思，女已无。谢谢，还是。我还没背完吗？没背完也得呀、也得下去啊。那我背能背一天吗？背一天也得，总得下去啊。这个什么100分啊？这谁都会，这简单背一诗，这没什么大不了，这小意外。这位，全中国最有文化了，这没谁了，这个，你就背一个《三字经》吧。你确认？我跟你说，这个我们都排好了啊，这个排好。我这智商没问题，我这智商得250以上啊！你不背这三字经，我